大家好，欢迎来到 K 观点。上班族在职场上一般是追求升职加薪，为什么有上班族愿意减少薪水呢？韩国有职业平台对三千五百七十六名上班族进行了对每周四天工作制看法的调查，结果显示，有百分之八十六点七的受访者支持每周四天工作制。按职场等级划分，副经理有百分之九十一点二，经理有百分之八十八点七，普通员工有百分之八十八。 首先，支持每周四天工作制的最常见原因是保障休息权，建立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有，有百分之八十点三；其次是通过充电提高工作效率有，有百分之六十四点八；帮助健康管理有百分之四十四点六；期待假期增加能拉动内需和经济增长有33，有百分之三十三；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有百分之二十八点五；创造就业机会有百分之十八点七。其中有百分之六十点六的上班族表示。 即使减少薪水，他们也希望每周工作四天。他们能接受的平均薪水下降幅度为百分之七点七。对每周工作四天持负面看法的最常见原因是担心减薪有百分之五十二点五，其次是工作量不减，只是工作强度增加有百分之四十八点一。企业竞争力减弱和增长放缓有百分之三十六点一，部分行业匮乏感加剧有百分之二十八点八。 工作意识和生产力恶化有百分之二十二点七，担心支出增加有百分之十七点六。之前浦项钢铁在韩国钢铁企业中率先开始推行每隔一周四天工作制，以两周为单位，每周工作时长满四十小时后，可选择第一周工作五天，第二周工作四天。除浦项钢铁外，也有其他企业引进类似制度，包括三星电子和 SK 集团。 韩国媒体开始关注是否会有越来越多企业加入四天工作制的大军，但有意见认为，考虑到某些行业的特点，推行四天工作制可能为时尚早。汽车和船舶制造业对此表示出谨慎态度。现代汽车工会虽然喊出推行四天工作制的口号，但在与集团协商时，面对很多现实问题，未有显著进展。浦项钢铁决定实行每隔一周四天工作制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成功与否还要观察一段时间。从目前环境来看，韩国制造业要推广四天工作制的条件仍不够成熟。近年来，欧美国家开始大力推行每周四天工作制。英国在二零二二年六月到十二月进行了号称全球规模最大的每周四天工作制实验，总共有七十家公司三千三百名员工参与，行业覆盖范围广泛，从金融服务业横跨餐饮业。为期半年的实验时间里。 员工领五天的薪水，但只需工作四天，唯一的条件就是承诺必须维持百分之一百的生产力，不能因为时间减少而导致工作进度落后。实验结果显示，四天工作制对员工及企业普遍带来好处，员工觉得自己的心理及生理健康都有改善，而且在工作及生活间更能取得平衡，生活更美满，以及工作带来的疲累减少。 有二十八家参与企业的经理及行政总裁一致认同四天工作制对企业有正面影响，人手流失率减少以及招聘明显改善。亚洲国家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很多国家都开始试行每周四天工作制，但推行起来一点都不容易。韩国职场一向有加班文化，有时是因为工作量大，只能加班工作；但有时是职场文化问题，明明工作已经完成，还坐在办公室假装工作。 等到上司离开，下属才敢离开。如果上司每周工作五天，又有多少人敢不回办公室呢？大家觉得四天工作制在亚洲国家会普及吗？请留言分享你的想法。谢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